医生模式，好了，亲爱的观众老爷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缪斯。今天呢，我们来玩一下全员医生模式呀。哎，我们和小兰是内鬼，其他船员全部是医生职业。我们有两个技能呀，第一个是提取其他人的 DNA， 现在出现了一个小黄的头像，说明了我们已经提取了小黄的 DNA 了。那第二个技能呢，我们可以变成他。哎，当然了，为了防止内鬼过于厉害，我们把友军伤害给开启了。哎，内鬼不小心可能会刀到同伴呀。好样的，小兰把小琴给刀掉了。哎，这小菊想要去救小琴，我们的冷却没有好呀，只能是先放过他了。不过我们的冷却马上就好了，看看谁在我们旁边，我们就刀掉谁。这不是喜之羊与灰太狼吗？哎，不对，应该是喜之狼与灰太阳。变身真好用呀，成功蒙蔽了医生的双眼。哎，我们进风管去医疗室，看看外面有没有人拖鸡腿过来呀。哎，小黄准备去救喜之狼，小菊准备去救小黑。完了完了，我们好不容易刀的人全部被他们救活了。哎，不行不行，我们还是要去远一点刀人吧。小黄你危险了。哎，看到小黄这一身装扮呀，让我想起了这个。哎，喜之狼你又完蛋了，他丝毫没察觉到我们是内鬼啊。哎，我们的冷却都快好了。哎哎，怎么会是内鬼变的？好家伙，两个内鬼变成了船员，在这相互伤害呢，正偷偷乐对方不知道自己是内鬼的身份。哎，我是万万没想到呀，我才是那个酒醉的蝴蝶。哎，菲斯哥，你要把我的鸡腿拉到哪里啊？哎，快点把我救了。哎，他把我鸡腿丢在了管理室，可惜内鬼无法拖动鸡腿，不然队友肯定能救我。哎，这队友你不能下手比我慢一点吗？这样躺在地上的就是你了。哎，我们把医疗室给关了，来坑一坑缪萨。给医生调破坏就没有羊了。我想破坏啊，不是狼，你们故意让你走破坏啊。我这关了一扇门而已。你怎么关了这扇门？救我啊，你在干什么呀？救我。我这关了医疗室的大门而已啊，没什么可惊讶的，对吧？哎，弗瑞斯哥，你又把我的鸡腿拖到哪里啊？我人都没了，你还拖着我的身体满地图跑。哎，有没有工作心呀？我都没有刀过你，敢不敢把我给救活了，我分分钟就把缪萨给刀了。这个条件怎么样呀？你把我给救活了，我就把缪萨给刀了。他们在拖鸡腿啊，我们把餐厅给关了。小兰快点下手，小兰快点下手啊。可恶的小兰，我被刀了，现在还没被救活。现在只剩一个内鬼了，允许我破坏大门吧，不然的话赢不了啊。行吧行吧，对啊，只要我的队友不救你，那你可以破坏。在征得他们的同意后呢，我们现在可以疯狂的破坏了。哎，好样的小兰，要把小黄给干掉了。加油啊叶爱森，加油啊叶爱森，叶爱森加油啊，看他想救我们呢。我活了我活了，本来没做到。那我就不破坏了啊，我就不破坏了。哎，你这怎么活了呀？你们在干什么？哪个救的？哪个救的？你在干什么呀？哎，我们终于活了，这不是弗瑞斯哥吗？拉着我们鸡腿跑好几圈的人。哎，复活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刀你啊！我就站在这里，看看今天谁敢救你啊？谁来谁死！哎，一二三，是你啊？那我不刀你，我去刀。哎，天空是微蓝色，窗外有千纸鹤。小兰，你疯了吗？我这次没变身呀，你把我给刀了，你是不是跟我有仇啊？第一次刀了我就算了，第二次还刀我，啊，我这局也太惨了吧！遇到这样一个队友，完了，这局我们肯定是输了。又是你，弗瑞斯哥，又拖着我的鸡腿乱跑。哎，冤冤相报何时了呀？你还是把我给救活吧。哎，你把我救活，我就把我的队友小兰给刀了，以血前耻啊！其实我也不知道你鸡腿到底去哪儿了。小羊救我！小羊，我专刀缪萨。奥利给，奥利给，小羊，奥利给！我挺你，小羊，加油啊！气死我了！好不容易被救活了一次，又被队友给刀了。哎，现在所有的船员都来接力拖着我的鸡腿跑，搞得好像我是接力棒一样。气死我了！我们还输了。